最强购物天后 PK 赛来喽！哎呦，最强购物天后这四个字是我们今天的关键字，没错。听到这四个字，你就知道今天来的每一个都是专家。专家之外，每个都是漂亮的。哎呦，除了漂亮之外，头脑又要好，没错，而且又要说服人，又要懂得介绍，逻辑又要清楚。所以今天呢，我难得录影，已经把钱包带在身上了。我想说就直接带着，待会呢你们介绍到哪一个我就直接下单，因为有的时候太慢你就抢不到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选出最强购物天后，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最后的优胜的这个购物天后将获得20年的那个，你算什么算？等一下，你不要先讲，他们等一下会不会就走掉了？我就要让他们先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有讲哦，最后终身合约怎么样？怎么样？20年的合作约，就直接签下去。电视台合作约，我可以留给儿子吗？可以留给儿子啊。对对对，传到下一代。试习一年签下去。好了，我们先今天来宾先好好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解今天的游戏规则。是的，那我们要欢迎的呢，就是负责监督跟裁判的关键人物，欢迎侯茂光侯副总。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购物天后。购物台呢，除了呢本身购物专家厉害之外，还要搭配会讲话的艺人，他能够分享自己亲身的体验。对，所以这里面当中呢有几个是不错的，有一些是老鼠屎，所以就看到说待会我们怎么样配合。老鼠屎，有的好配合，有的不好配合，有的是正效的，有时候是反向。谁？不要对号入座啊！我没有讲啊，我在问你啊。对啊，我们没有说谁。我在问你啊。气氛呢？谁搭话我就打谁。哎，我又出去啊，我又进来啊，打我啊，笨蛋！一加一绝对是大于2的啦。真的，但今天我们的压力就小了。哎，因为我们今天两个呢也算是评审。我们可以当评审吗？我们是评审，我们就当观众嘛。我们就听完他们的介绍之后，我们觉得哎，谁介绍的很好，我们会想要买。哎，那这样子呢，就他就厉害。对，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在场，今天的赚老板也非常多。我们今天赚老板很多，总共有20位，欢迎你们。哇！当然，随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举手发问，考考我们对面的购物天后。对，我们可以来问一下专家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你们最强的销售记录，或者是什么商品你们觉得很难卖，但被你们讲到最后，哇，这个东西呢，从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成绩，到最后砰，非常高的成绩的，有吗？是在购物台比较容易，就是实验会失败。我们购物台不是做很多实验吗？比如说比较常卖一些美容或美妆，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擦一些粉刷上去的时候，可能在操作，那可能那个粉底遮瑕没那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帮他擦一擦，擦一擦发现，哎，这边掉一块，这边掉一块，这边掉一块，哎呦，知道会怎么办吗？已经要开框做毕业了。而且你们那都是直播的，对，现场的，没办法剪接的。人府哥，你会看到我这样子，好漂亮啊！这是学，我以为这是一个，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会认为那是什么特殊的手势，不是一个很可爱的这种动作啊，并没有，因为遮不住，站起来是这样子。哦，我们以后看购物频道的时候，看他们这样就知道在遮东西了。哇塞，厉害！那立青有什么样特别？因为你其实在这边在购物台非常多年了，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最高销售的记录是多少？有一个最高销售哈，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是40分钟一档节目嘛，然后那一次是做一个促销的价格，是，结果呢，我是卖外套，那一次卖外套大概。一档节目呢，大概就卖了1000多组。夏天的时候我来卖冬天的啊，那就是来做一个对折的促销，那观众就跟疯了一样。那个等于是说，当我一公布价格的时候，那个电话线就直接噗跑到天花板上，然后就没有再掉下来。哇！对，所以就是卖了1000多。电话线差点烧掉。哦，真的，那个是最骄傲的事。你骄傲，你骄傲，他很骄傲。当然啦，电话线就很骄傲。当然啦，你自己想，如果我自己开一家服装店，对不对？40分钟哎，1000多件。光听他们刚刚那样讲，真的很厉害，很佩服哎。OK， 好，所以今天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战况。好，现在是暖身益智题的部分。是的，待会呢，大家呢看到我们的题目之后呢，你们可以作答。当然，后面的艺人朋友们，你们也可以给意见，可以帮忙，可以帮忙。对，你们可以帮忙，因为你们请鬼拿药单，对对，到底是帮忙还是害人？我们在这时候也会知道。OK， 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请杰林来出题。马上第一题，题目是。请算出以下答案，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这是什么题目啊？太荒谬了，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是4、3、2、1，请作答。各位，在经过刚刚这个长达大概2分钟的讨论之后，我确定购物专家他们不见得数学好。
先乘除后加减这概念应该是有的，对不对？再来，你要每一只动物它们的脚有几只，在图案上也有，对不对？所以应该不难算啊，为什么会算这么久？没有，还是算几只？没有，是算脚。你要猜还是还是几只？对，还有几个脚？那每一个人观察的程度跟的逻辑都不同，就一个一个来看，好吗？我们先看永兴，你的答案是64。四乘以八加八乘以四等于64。四是那个第一个四是蜥蜴，还有四只脚。对。然后蚂蚁呢？八只。蚂蚁有八只脚吗？啊，1、2、3、4，它画八只。那上面你不会感觉起来它是触角吗？触须啊。可是蚂蚁是六只脚吗？啊，那该六。蚂蚁是六只脚啊。当然，触角不算脚。你看吧，这不是算术问题，这是眼睛老化。搞不好我们是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立青的答案更妙喽，来。哎，我跟你讲，这是我最简单的，对不对？对啊，研究出来的答案。你们理论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一个陷阱题，没错，绝对是一个陷阱题。你这去算它的脚，算它的须，怎么算？哎，有的蚂蚁不一定须一样哦。OK， 所以你们的理论是？只有一只蜥蜴乘以一只蚂蚁，然后再加一，再乘以一只青蛙，不就二 ？OK OK， 哎，看嘛，我们再看一下玉霜的答案是二。对，所以你们你的论点是跟一样的，他没有，他刚偷听到我们讲话，他偷听到我们的，你刚偷听到我们讲话。OK， 所以答案有64跟2个2，我们来看下正确答案是多少。好，哎呦，56。你们最长的每一个卷没有说56的，他们都把蚂蚁的触角当成脚，所以4×6+8×4，答案就会出来是56。我本来算到那两，我本来第一版已经算到320。还有320，因为我已经算到他的脚趾。第一题没有人答对，那接下来第二题请加油喽，来，看看第二题题目是。请算出以下的答案：一条裙子进价50元，售价70元，收了100元的假钞，请问老板一共赔了多少钱呢？哦，这个要马上作答的，对，这个应该非常的简单，马上作答。5、4、3、2、1，好。这是来自于哈佛的考题。对，一条裙子进价50元，售价70元，收了100元的假钞，请问老板一共赔了多少钱呢？我们俩刚讨论完，我们两个答案是50元。对，因为他进价50嘛，对不对？然后他卖了之后，他卖70，可实际上他收到的是100元的假钞，那他亏也是亏50块啊，他不会亏70，也不会亏100。170啊！但哎，做老板们也是觉得50吗？觉得是50的请举手。哎，清新刚刚有摇头。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80。为什么？他找了钱。哦，他找了钱给他哦。对耶，所以50+30，我刚本来想答80的。对耶。等一下。啊，三位请帮我翻牌，50。50。80，哇，哦，为什么你还画了一个问号？对啊，一个问号什么意思？因为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嘛，他不是自己已经先花了50块了吗？对。然后人家拿100块，他正常他一定要找钱嘛。对。然后所以应该加起来是80。答案是80。哦，对，答案是80。第三题暖身题，来，请出题。第三题的题目是，请算出下面的答案。我和妈妈带500元去超商，买了蔬菜花了80元，买了凤梨花了70元，买了花菜花了50元，买了香蕉花了60元，买了生姜花了30元，买了水果花了130元。请问妈妈还剩多少钱？这个就是最基本的算数了，应该有，应该，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500减掉80减掉70减掉50减掉60减掉30减掉130，正确答案是多少呢？3、2、1，请翻牌。请秀答案给我们大家看。没水了啊！哦，来，都是80。我的答案也是80。对啊，80。有不是80的吗？210。凤梨跟香蕉都是水果啊，所以呢，对，花菜跟生姜都是蔬菜啊，所以你把蔬菜跟水果加起来就好了。130。
哦，所以说跟着我是说花了210啦，所以最后那个就是把凤梨跟香蕉加起来了，所以他花了210，所以应该剩下290。你的答案是这样。刚刚呢是暖身体的部分，单纯让你们稍微清醒一点。那很明显知道呢，刚刚他们三位都还没有睡醒。更乱。有了，一双姐至少答对了一题吧？对对不对？有一分。好，但接下来就要进入咒童戏了。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强购物天后，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呢？我们要把他们的购物台呢整个搬到我们现场来，让大家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马上进行 PK 赛。好的，我们的 PK 赛正式开始了。那呢，我们要 PK 的商品都是事前就已经先抽签分配好了。首先呢，第一组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永欣姐，还有文华姐。心真的是厉害，他会挑。如果那三个里面让我挑，我一定也是先挑文文。哎呦，你这样压力很大呢。的介绍啊，真的吗？谁要去挑那个鱼香泉的？哎，什么意思？那我们就请永欣开始来跟大家做介绍喽。我先把我的症状告诉你一下。我先讲，就是说我呢是一个呢，不但呢没有时间，非常忙碌，再来就是懒惰。我是不运动的人，所以我醒在盖后，问题是我都没运动。哎，是没办法，是没办法。我的心肺机能真的很差。我只要稍微哈讲话快一点点，走路快一点点，我就开始气喘吁吁。我代谢真的很差，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掉掉，我没有运动，对不对？但是我常会肌肉就捏僵捏僵，脖子很硬，然后呢，这个脚啊也是那种会绑绑的不舒服，然后很明显的，尤其这个天气，我就会开始手麻脚麻，四肢就是末梢很冰冷。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现在是50+的年纪，这些其实都是警讯，所以我很困扰。我今天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方法。对，平常有些会吃保健品，但是如果说你都今天用穿戴式，比如说我穿在身上的时候，它是1天24小时，从白天到晚上，帮你去修复你这些机能，帮你恢复这些所谓的提升代谢啊、精力跟续航力，是会是更好的。我们这件衣服其实很智能，原因是因为呢，它穿上去之后呢，它会帮你自动的恒温跟续温，所以就算接下来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体温会是高的，不是只是高体温哦，还帮你把身体当中很多的脏东西把它清掉。因为它的石墨烯很特殊，是因为这个石墨烯的纤维它是所谓医疗级的，所以呢，它不管是你在比较冷的天气，或是现在呢，有时候我们冬天去吃东西的时候，进到餐厅比较暖一点的天气，是它会帮你自动调节。哦，这个很重要。如果像我们会流汗的，像祥全身上可能会留有汗味的，它还可以帮你除臭。我必须老实讲，我自己本身自己啊，它各款颜色，我其实在因为常出外景嘛，所以我自己就买了3件。没想到王仁甫竟是智能衣的爱用者。购物台经典桥段让王仁甫受宠若惊，智商小朋友买一件 T， 还是会有一点点，对不对？对啊，我也觉得你这样讲完的，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开心的感觉，我也没有觉得真的有赚到啊。今天有看本档节目的，是一样比照仁甫哦，怎么呀？我们的消费者就跟仁甫一样，有一样的福利跟待遇，智商小朋友还要有长。徐老师讲，我自己本身自己啊，他各款颜色，我其实在因为常出外景嘛，所以我自己就买了3件。我以前最怕什么，就是你要出去流了满身大汗之后，把这个呢放在衣袋里面，然后原本外景都要2-3天后才回家，一回家之后衣服洗完的时候是香的，但你第二次再拿出来的时候，你一穿上去，哦，一热之后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可是后来我用了它，它现在是我的外景衣。外景我都穿它，因为我后来发现它不会耶，对，它真的不会。对，可是仁甫哥，你知道我们今天出的是全新版的长袖，哎呦，你看第一次出的，而且你看我很喜欢，就是它刚刚好在这个全新品手掌的部分刚好遮掉，对，有没有刚刚好？而且一般的像如果很多有一些石墨烯的衣服，通常会比较像内衣。对，或是穿在里面的，没错。他们这个是有腰身，所以它可以直接穿出门的。然后休闲有没有觉得很 sporty 的感觉？有，非常的休闲。而且呢，所以我们要走秀一下吗？走出来要走秀吗？走秀一下吗？走秀一下吗？那可以走了我呢？我衣服都穿好了，来来啊！
真的很修饰身形。你们看到了这个这一身的打扮，连鱼香拳穿起来都好看，全台湾的人穿起来都会好看。可以了，变回来了，可以了。给我退换，退换。很活泼。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尤其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不怕洗，对不对？对，因为它是织在这个我穿的每一个纱线里面，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穿的保健品，所以它这个其实也可以让你身体就自己也会有这个燃脂的效果。当然啦，因为当你血液循环好的时候，对，你就发现循环代谢会变好。所以我们很建议很多人，是因为呢，其实像我们对于身体比较不好，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是，因为内脏脂肪越高，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健康检查，大家都会说要测你的腰围啊，肚子越大。你会越对身体不好，这叫内脏脂肪。是，所以我们可以帮你启动它的代谢，就会当你穿上去的时候，帮你把里面内脏脂肪清掉。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穿完之后发现，哎，真的，我以前的裤子扣不起来，我现在扣得起来。或者穿上去的时候，我发现，哎，以前我腰椎会痛，现在不会痛。穿上去我发现，哎，腰身越来越漂亮，都是这一件衣服在今年度最新所做的突破。哎，难怪石墨烯现在可以说是这么有名。对啊，可是我想问，像它这样子代谢有没有？那女生穿的可以消水肿吗？当然可以。然后这次我们要请祥璇过来了。再来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最新科技。就是呢，当你的身上如果真的有石墨烯能量的话，就会检测出来我们石墨烯的量，还有我们身体的能量有多少。好，桌子这边还没有动，真的没有动，没有动哦。好，那你走起来。哎，开始动了啊！真的。哇，99.99，这是测石墨烯的，对，能量，它的皮下能量，皮下，我现在整个在发能量，对，你现在全身都是石墨烯在做的，是。然后你等我一下，因为我们是可以到皮下12公分嘛，对，你看我现在是贴着它的皮肤99.99，对不对？然后我离开这样一个拳头大概5公分，有没有？它一样是维持的，它还是穿透皮下12公分嘛。然后我再一个拳头到12公分，他们发现到12公分这么高哦，它石墨烯的能量还在耶。这是这一件衣服为什么今年最创新，所以这没有人做得到的。我们是整个把能量持续穿透到皮下12公分。哎，难怪我觉得我现在好有能量哦。我跟你讲，我不相信你们作弊来。然后你看，我都不相信。他不相信，再来一次是不是？你穿大概差不多10分钟，真的吗？10分钟，好，我现在一样归零，我现在一样归零，我小人之心，我现在归零，好，我测一下他牌是没有的，这他牌是没有的，他牌是没有的，是，好，没有他牌，零，哎，真的零，好来哦。一进，哦，我们这个要剪接，对不对？99.99，真的有哎！你才穿，你比我晚穿哎！我比你晚穿，还是有 OK 了。然后再来第二个，我再一样哦，把它拿开。什么叫皮下十二公分？一个拳头大概5公分啦。嗯，是，对不对？皮下12公分。哎呦，还在，还有哎！能量其实是还在的，所以你看，有数字有真相啊，不能感觉，为什么？感觉为什么？人家穿起来非常有感。对，有。我现在全身真的都是觉得畅通。我觉得如果以它能够做到的功效，它真的不贵，大概是40张小朋友了。40张是4万啊？对啊，40张小朋友，4万块这一件哦，4万。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大老板联盟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直接就是一折价，真的，40张小朋友去掉个零，4张小朋友。你感觉好像不满足哦，你脸上写的不满足。我老实说，如果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4张小朋友买一件 T， 还是会有一点点，对不对？对，那个感觉。你这样讲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开心的感觉，我也没有觉得真的有赚到啊。可是这时候就要请副总啦，哎呦，这个这么大的权限，副总没错，副总就来了，副总来了。这个叫张总，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这刚刚听到仁甫讲，家里有3件，对不对？对啊，所以今天有看本档节目的，是，一样比照仁甫，带3件回家。什么假的？没事，3个颜色。买3送3，总开玩笑。怎么了？还是要说一次带回去3件？一次3件，买不是只有1件吗？带3件回家。
我们要跟人府，我们的消费者就跟人府一样，有一样的福利跟待遇。哎呦，所以是四张小朋友就有三件，太夸张了。小朋友还要有找。什么意思？还要有找，还要有带三件回家，三件好不好？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哇塞，哎，这个好，哎，副总来很棒哎。不过祥全他真的，一刚穿起来之后，我又感觉他真的就是开始汗啊。对，我的 energy， 我的 energy 整个跑出来，连我的手红成这样，持续红。你们两位就是对照组，哎，你看。持续，我也蛮红的，对啊，就持续红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刚是冷的，是其实在整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是可以感觉到，其实这整个商品它是属于一个真实的回馈，没错，对不对？听完了之后，跟现场大家穿起来，你就看到，哎，其实在做加上实验，这东西真的是非常棒，真的数据讲实话了，好不好？所以心动的朋友赶快扫描我们 QR code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讯息。那马上呢，我们要进行下一组 ，Go。马上欢迎第二组丽菁姐还有余祥全，我又来了。哎，我们很用心哎，我们连场景整个都换掉了。当然呢，因为我们专业的商品一定要有专业的 setting， 还有准备了专业的实验。那丽菁姐，你确定要搭余祥全？他有一个专业的人在这里。他真的，你不要看他现在这样子哦，你知道他之前哈，真的不但没有身材，连原本仅剩的颜值都被他那个身材给。弄去了，弄去了。好，那好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今天要来这个参赛的作品哦。是的，对，我们今天来特别讲一下。其实你去想嘛，像购物台哈，大概已经20年的时间，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什么？不外乎两样，你知道吗？就是呢那种所谓的变年轻的保养品，对不对？再来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身材变瘦的商品，太重要了。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哈，他比如说哦，我今天变瘦，只要所有曾经减肥过的人，一定都会有。不管你是任何方法，就是刚开始好像哎蛮有效果的，接下来会进到什么停滞期，对，你就会很痛。没错，所以呢，为了要让这个停滞期呢可以再突破，大家就觉得说啊，那我再换一种好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很多的人呢，商人就会觉得说，其实我的东西哈并没有那么有效果。可是呢，大家吃一吃，一开始有效果，我就赶快怎么样来换汤不换药，再推出新产品。所以你会发现，所有那种减重的东西哦，都是这样子哇，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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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个日安晚安，我真的必须要说，是10年。屹立不摇，10年如一日，表示什么呢？它可以让你呢想瘦的时候呢，我可以有很快的效果。重点是它没有停滞期，这个就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其实10年来呢，它在我们购物台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热卖的商品。换个说法来讲，它就是口碑了，没错，对不对？因为口碑嘛，因为大家就认为说，哎，这个一直都是好东西，不用调整。而且重点是它也不分什么体型哦，或是体质，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哎，我是易胖体质，或者是我是什么样体。什么样的体质？呼吸就胖，有些是水肿体质。对对，就是他第一个不挑体质，第二个呢，就是他可以改变，让你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不用忌口欲，你知道。节食是最痛苦的事，而且心情对不对？对，就看到别人吃，然后你不能吃，然后当你最痛苦，是不是？哎，那人在那边闹，像我，算了啊，老婆啦，我老婆是他们运动，他说哎快点啊，对，然后吃咸酥鸡，你知道闻到那个味道，啊你，所以你 ，My God， 因为你曾经有那个一胖毁所有的过去，就是会成为你心里的阴影吗？会阴影很痛，哎对。该不会是之前的样子吗？是什么？是什么厉害历史吗？好可怕！各位，翻出来了吗？真的要让你们想一下，你们先看一下现在的余祥全。其实我觉得身形很好哎，那现在这样我觉得真的 OK 哦。对啊，各位，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多久以前？三年前的余祥全。人生巅峰，各位观众，这巅峰了，请看3年前的余祥全究竟多惨不忍睹。广告回来告诉你。万年不变鱼香泉，真的让鱼香泉脱胎换骨。你们俩这差好多。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哦，鱼香。哎呦！你太晚认识我了，你太晚知道今天我们要推荐这个东西。多久以前？三年前的余祥全，人生巅峰。各位观众，这巅峰了，请看，不要喷饭。哎呦，哎，看脸就。你看我。
我要站个对比一下，是，你们俩这差好多。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哦，真的是。我可以用我的绝招把他打爆吗？真的，人兽就变年轻了。鱼香，哎呦！全新上路，云香拳。你太晚认识我了，你太晚知道今天我们要推荐这个东西。但是我先讲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厉害，好不好？这个所谓的 IMD 有没有？这个急迫纤维，它是得到日本特许公报，这个都是有证照的，对不对？我们是医护级，它可以怎么样来阻断、排空我们体内的一些废物？对，这个是所谓的白天，因为呢，这个商品非常的特别，它就是白天日安。晚上晚安，等于是说我白天先把我去阻断了之后，就是我们自己通常喜欢吃什么淀粉，特别是有一些叫做精致淀粉，像是什么蛋糕啦、面包啦、吐司啦，包含大家喜欢吃的一些果糖或者是砂糖，它都是属于精致淀粉，是比较难排出去体外的。但是呢，这个日安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第一个呢，我比较不会去吸收，等于是说我同样吃，我也吃，你也吃，但是如果我靠了这个日安有没有，它可以第一个去阻断我去吸收这些精致淀粉，接下来呢，我把我的这些所谓的身体里面的这些油脂它会包覆住，那当然我每天还是会排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吸不到这个淀粉，再来呢，我也可以去减少我所有吃进去的卡路里。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呢？如果我吃你没吃，我们两个人每天吃一样的东西，做一样的事，我就是会越来越窈窕，你就是会越来越胖，你知道吗？对，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专利成分。来，这个是什么东西？哎呀喂，这个就是油，有没有？油啊，这个就是油，对不对？我们每天爱吃的什么啦？咸酥鸡啦，哈，麻辣锅啦，哈，炸鸡，垃圾食物，好好吃哦，但都是油。假设这就是我们体内的油，对不对？你刚说日安是白天是先什么？白天我先把它阻断，然后再瓦解，对不对？好，我把它吃进去。看到没有？等一下，等一下，这有点扯吧？摩西分红海，是不是？妈，有水分离耶！马上整个油水分离了。你看下面的沉淀物，太厉害了。对，你要知道哦。所以你看，等于是说，虽然我炸鸡披萨有没有照吃，麻辣锅的汤照喝，可是呢，我吃一颗这个，马上帮我们所有的油给阻断了。这是我们的专利，在日本、韩国都有专利。这还不打紧，我们刚刚做的是这个油切嘛，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讲淀粉，对不对？淀粉真的是每天你什么东西都有淀粉啦，吃白饭也有淀粉，更何况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精致淀粉，珍珠奶茶，真的。可是当你淀粉吃下去之后呢，来，你可以发现它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就是在我们的体内。好，一样，我来做一个实验哈。那这边我就请这个祥全来帮忙，不相信的对，来，这两坨呢就是一样的淀粉。那我这边一样有我自己研磨好的，好不好？就是我们的日安，对不对？一样，我先把它撒进去。对，我个人研磨的。对，来，我整个把它，就是这些都已经吃在我肚子里嘛，精致淀粉，对不对？那我有吃，你没吃，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搅拌一下，看看。好像花桂搅拌吗？对，哎，荤桂加上了花生粉，对，没错，是哦，好好吃的感觉。不是啊，搅不开啊。它还是一坨，对不对？对。但是你要告诉我，要告诉大家哈，我们这个里面还含有一种成分叫做灭活菌。你知道灭活菌呢，它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好菌，有坏菌，然后还有胖菌跟瘦菌。可是因为随着我们年纪越大，如果你的新陈代谢不好，我们的胖菌的比例就会过高。所以其实这个灭活菌它就是可以来调节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把我们的胖菌把它调节到比我们的瘦菌还要减少，所以你会发现有没有？对不对？你看，哎，你是这样，你好累哦。哎，不是，我到底在干嘛？我忙半天没有弄出一个东西啊。所以你看，我就是可以来增加我的瘦菌，抑制我的胖菌。所以你会发现有没有？它那一坨，因为它没有吃，它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但是你看，我今天已经整个有没有软化掉了？怎么会这样啊？软化掉了。那你每天怎么样？你是不是会排？对，它还是可以去排出我们的体外，有没有？你看看，它整个软化掉了，真的，就是像这样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在我们的购物圈里面热卖十年？就是说，有道理的。
不管是油脂或者是那种所谓的精致淀粉，它产生的那种脂肪，对不对？它都可以借由我们这一个排出体外。然后我要告诉大家，晚上呢，它就是因为我们睡眠，它还帮我们怎么样做到持续的燃烧，持续燃烧，就是你睡觉起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轻盈。白天帮你阻断了，晚上让你睡得好，让而且持续燃烧，对。好，那我再问一个，是要吃几盒对才会有效果，才会真的有效果。对，我必须要讲啦，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整套的叫做所谓的一个疗程循环跟代谢才会变好嘛。我觉得啦，如果说是像你过去那样子，对不对？惨不忍睹的状况，我觉得至少要，8+8。16盒，哎呀，16张小朋友，哎，那也蛮多的。16张16000，哎，对啊，对啊，那有点贵，哎，可以让你有点贵吧？是啊，按你去抽脂干嘛的？钱不是更多又有风险？不过没有关系啦，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我知道哈，我们的副总有来，好不好？啊，原本对，原本要16张小朋友，他做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6张没有办法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副总你自己说，这个商品在购物台是不是真的也卖翻？第一个，我们10年来，我们天天看报表，这是10年来都持续热销，所以今天才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当然发光发热，所以这个是10年热销的商品，没有错。那价格上面，你刚刚他们就觉得16张小朋友太贵啦，因为真的16张真的不行，真的有点8+8，16张压力好大，16张人福哥你也太贵啊！我觉得耶，我觉得16张你不能什么钱都不花，刚刚那个衣服要4万，你也觉得贵？铁公鸡王仁甫能帮观众争取甜甜价吗？这产品太好睡，意外发现还能消火。男女都会做一些事，但是他没有做事嘛，然后他一直摸着，然后女方因为太好睡就睡着了，哎，真的很好睡耶，真的很舒服的，真的是受不了了，直接没有性欲哎。躺下来了之后，本来有安排很多事情，但一躺下来之后，两个人都各自忙各自的。你不能什么钱都不花，刚刚那个衣服要4万，你也觉得贵？没有，后来4张换3件，我觉得很 OK 啊，就 OK。他没有需要啊，代表的是大家普罗大众的心情。畅通啊，畅通，对啊，是每个人都是小知足，小凹一下，凹一下，破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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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破账，破账。所以我们这样子变变啊，没有变变啦，这样子数字哦，七哦，7张小朋友有奖，对，16张小朋友，意思是说7+8，哎，刚是16，现在7张有奖，小朋友对，哇，小朋友太厉害了，QR code赶快扫，电话赶快打，信用卡拿出来，对，好猛啊，哎，我把钱包拿出来。快，这价格还不赶快刷，手机赶快扫，是，对呀，你进价等于是16盒了耶，对啊，16盒。我们每次办比赛的话，来的一定是最有口碑的商品，所以像我刚刚说了嘛，它热卖10年，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有一句，我觉得几乎啦，只要是爱用者都知道的 slogan。翔轩，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啊，是不是？那我们跟副总，我们一起来呼喊一下这句，好不好？来。日即破，再崩解，夜好眠，超代谢。哇！有 slogan 呢。短影音潮流主登场。哎，最近哦，问了我的小孩，我说呢，你们在学校啊，你们最希望毕业了之后，因为他们现在高中了，对，毕业以后你们有没有讨论过你们接下来未来要什么，要做什么？哦，要走哪个方向？一半以上，我的女儿告诉我，一半以上的同学说他们长大以后要当 YouTuber。哎呦，这是真的，真的，因为好多小孩子都是这样。今天来了很多短影音创作者，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哦。哎，短影音是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对，因为你影片呢创作的很长，是因为你要交代很多事，对。可是短影音，你是要在短短10秒钟要把很长的事情全部浓缩。要吸引大家来去看它，吸引大家目光，而且让大家可以在10秒之内完全记得你刚刚介绍。
绍什么东西？哎呦，所以我们今天来宾每一个都非常的厉害，我们也来跟他们好好学习，看我们最后可不可以也加入这个短影音的平台。像我们的这一辈人，比如说，哎，你的脸书账号是什么？然后你的 IG 是什么？对。但是我出国的时候，现在大家是问说你 TikTok 账号是什么？我去印尼玩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交换 TikTok 账号，他们每个人都有。TikTok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我完全没有办法了解的领域。没关系，你今天可以了解一下。今天呢，他们呢都非常厉害之外，他们的流量也非常的高。毕哥，那我可以请教你一下，你 TikTok 的这个经营了之后，你的收入有增加吗？没有哎，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从这个没有哎上面去捞钱，变现去变现，对不对？像我自己在经营 TikTok 的话，那就是 TikTok 会有业配的收益。你们业配跟我们就差很多，因为像我们一般拍影片的业配，可能影片的内容可能都要十几分钟，对对对，对不对？都很长。可 TikTok 就是60秒内，哇，60秒内，其实最好的影片是30秒内会让人家吸引到大家了，对，会让人家看完这样子。那我其实透过 TikTok 就是开始在经营，然后以及我的粉丝。这样的话，大概一年是大概200到300万的收益，这样。哇，一年啊，对，一年。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用自己的创意，对，对不对？创意很重要，因为原本自己要拍的是一种，可是当你跟厂商结合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跟厂商之间的商品有什么关联，要把它结合在一起。他们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靠自己的创作跟才华，对，其实都在 TikTok 上面呢有非常不错的收入，对，对不对？也是我们今天在场大家非常想了解的，没错，对不对？然后呢，今天我们在场的这几位呢，待会呢也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商品，然后我们再听听看你们，如果看了他们的表现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他们？比如说，哎，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们的影片去做结合？对。然后我们来听听看，在你们跟他们之间如何找到一个不同的合作的火花，好不好？哦，这样厉害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欢迎林秋成大哥。你们知道我很想睡觉，真的，你抱上身绝对会马上让你想到睡觉的感觉。而且林大哥，你这一拿出来，我就想象到我每天晚上其实都是抱着他睡觉。因为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一次之后，我就把他带回家。哦，你竟然带回家？对，然后我带回家，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呢，我对他有一种爱不释手。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布料啊，你一摸到了之后，你就一直手会一直这样。这真的很哇塞，很舒服啦。这样子我就想买了哎，真的哎，真的很舒服哎，真的。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呢，你这一面哦，碰到的时候它是冰冰的，然后呢，你在因为在睡觉的时候，你有碰到冰，有时候热，你碰到冰冰的就觉得啊好舒服，但是它碰到了之后呢，隔没多久呢，它就慢慢变成跟你自己身上的温度一样，所以你薄薄的，可是它又可以保暖，你又不会觉得有压力。但是今天跟你介绍这一床啊，绝对是从今天算起，绝对没有比它更强的棉被。哎呦，这个可是推出最新款的，这是最新的。全市面上都没有，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床啊，第一床。但是睡眠好坏哦，会关系到你的人整个的精神状态。要从夏季末到进入秋冬的时候，这个季节跟第二个冬季末进入春天的时候，特别人要小心哦，因为这两个时节呢，早中晚三个时段呢，温差很大。对，如果你不是一床很好的棉被带给你高循环。让你全身循环，热量能达到均衡。你哪天啊，老爷啊，龙翔啊，再给用风吗？哦，棉被弯起来的水都来，为什么？早的时候，对，它的温差差太大，因为它是一般普通棉被哈，一摸到你血液循环非常好，从头到脚温度都一样。对，脚冰、手冰、脚麻、手麻，头壳冷叽叽，结果跟他辛苦烧呢。结果下床呢，一翻起来下床，咱身体内底血管的排泌啊，如果往头跑。脑中风，对，往心脏跑，心肌梗塞，我们毕竟不是功力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推给你的，绝对是最强、最棒的棉被，而且是 PP 公司的，它研发了好多年，才把一个复合式的材质啊，坐在这一床上面。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你看到这一面，刚我们帅哥讲的这一面，摸起来凉凉这一面。不好意思，我叫王仁甫。仁甫。帅哥比较好啦。对呀，帅哥你就不好，因为要快，我怕他忘记我的名字，我也要打响我自己的名号啊。因为我本来想叫你王大哥，但又不好意思。叫我仁甫就可以。所以这一面哦，这是它的表面。
你看到它的光泽了吗？是哈，这一面叫 tinsel， 就是我们从木浆原量抽取出来的短纤天然纤维哦，啊，短纤天然纤维，它是纯天然的，是它有什么好处呢？它有蚕丝的柔软度，哦，蚕丝的三棱镜式的反射的光泽，哦，再来它有毛料的保暖度，哦，再来它有棉的吸水力，嗯，啊，所以这一面呢，戴在我们身上，拿在手上都非常舒服，很舒服，真的是蒙了个，蒙了就舒服，你爱能蒙哦，哎。爱不释手，刚刚跟他十七倍的皮肤了哈，这真的停不下来，这么长几倍，依照我的经验，大概16岁半，十六岁半啊，还未成年比赛，再来，我们翻开里面哈，可以看到第二层，这一层，哇，这一层厉害了，嗯，这一层呢，就是我们讲的复合材料，到目前为止，市面上没有人做木复合材料，为什么呢？它里面是石墨烯。结合蚕丝，哦，那我们知道石墨烯它是短纤，是，蚕丝呢是长纤，那长纤要结合短纤碾纱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哦，你碾得不好，短纤就掉了，嗯，碾得不好它就掉了，是，第二个难度就是你碾得不好不平均，它的上色不会平均，所以非常重要这一层，那这一层呢，复合材质，等一下我来说明它的强度，它的厉害在哪里。哦，第三层我们看到黑色这一层，哦，这个叫超导层，嗯，超导层，也就是说，它把第二层复合材质石墨烯跟蚕丝的强项，以最快的速度在。挂 turbo 给上出去，哦哟，送到你盖着人头到脚每一个地方，每一寸的肌肤，嗯，所以就厉害吧，三层。第四层我们看到这种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对，舒服的。这一层的话，就像我们天然的动物的羊驼的皮肤，羊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摄影机把它拉近看一下。看一下，它是有羊驼那的感觉吗？哦，哇，坏掉啊！啊，为什么我比你羊驼？现在天然的动物纤维里面，羊驼是最保暖的。它把它的保暖的因素结合在这里，把它做在最底层。哎呦，所以我们在盖的时候啊，我们人的表皮有一个微气候区。嗯，微气候区，微气候区。对 ，OK。怎么讲？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呢，玩那个垫板，你知道吗？写字那个垫板吗？在这边搓啊搓啊搓啊，拉起来，放在你皮肤，静电，你的汗毛会长起来。对对对，哎，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维护区，所以它结合到我们人的维护区的时候，这样盖上去以后，你所有人产生的温度就会 hold 在这个维护区里面，不容易散掉，维气候不容易散掉哈。但是呢，你会产生湿气。跟热度吧，嗯，湿气的话，它交由蚕丝、石墨烯、哦 ，tinsel 三层快速提出来，把它拉走了。哦，所以你看没辛苦的时候，你干嘛？修掉，但是干燥的，对，没盖哦，哦，是起别安的然后，嗯，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条被子啊，它刚好两大天王，第一个是石墨烯，第二个是蚕丝，所以你说这像一台跑车，它已经有两个 turbo 了。我在后面再挂一个 turbo， 送他的时候，这台跑车在跑又快又稳，坐起来又安全，对不对？等于是两家公司，法拉利跟兰博基尼没错，对不对？那因为石墨烯呢，它能产生高能量的远红外线，嗯，那远红外线呢，它放射出来以后呢，再经过它的加工以后，可以渗透到我们皮肤皮下12公分，皮下到达你的脂肪。深层的修复你的疲劳啦、酸麻啦这些东西，然后让你的自体免疫力再升高来、再提高。所以有一个材料之王，结合一个纤维的皇后，一加一，我们一定要大于二，才叫做复合材质。是，甚至于大于三、大于五，这一床棉被我可以告诉你，大于十啊。从这个大哥在介绍第一秒，我摸到现在，他真的很好，很舒服，真的很舒服，我一定要拿给你们摸摸看，摸摸看，真的，这真的超舒服，你们摸，而且你会想要把手撑在他的洞里面，然后一直搓，很舒服，很舒服，他真的太舒服，重量是非常轻哦，非常轻哈，重量非常轻，哇，这个光说不练啊，哎呀，直接穿。这个太坑，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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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要亲自试试看，哇，什么感觉？第一个感觉很柔软，对不对？是，我会受不了。
对？马国碧盖上被，马上就做坏事，到底怎么回事？马上回来。重量是非常轻哦，非常轻哈，重量非常轻。哇，这个光说不练呐，别挂买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太坑，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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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要亲自试试看。哇，什么感觉？第二感觉很柔软，对不对？是，受不了，一直在里面。会不会滑？对不对？他一直想要滑。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关于你们可以想用什么方法跟这个棉被做结合？就是。不是很舒服，对不对？是不是受不了了？是不是性欲？对，因为太好睡了，然后就可以去借，就是用这样情境的方式在介绍你们。哦，真的很舒服，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躺下来了之后，本来有安排很多事情的，但一躺下来之后，两个人都各自忙各自的，就已经不想要。一躺下来，心都静了，对，阿弥陀佛，直接睡着，太舒服了。哎，真的很好睡耶，真的很好睡。我跟你讲，这躺过的，真的会爱上的。所以其实啊，我觉得他们这些就算是流量非常高的影音创作者，其实他们除了本身在拍影片之外，他们有很多的属于自己本身的专业跟想法。所以其实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自己更有料，才可以帮这些他们所拍的影片加分，对，所以其实还是要非常多努力才可以成功的。对，还是要有想法啦，对不对？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这边的艺人，好不好，也有学到。对啊，那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扫描我们画面的 QR code 就可以获得更多资讯。当然了，大家可以学习他们，然后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直接短影音给他拍起来。是的，今天谢谢所有的来宾，谢谢你们。别忘了每周日晚上10点，请准时收看我们的大老板联盟。拜拜。本节目由 PP 石墨烯塑封裤冠名赞助播出。